刚刚既然表演过的话，我觉得我要听推荐另外一首歌，好，欢迎，叫做 Are You Kidding Me？ Are You Kidding Me？ 这个英文的意思呢，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，就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公司请吗？就是你不要闹了，在跟我开玩笑。开公司请哦。对对，我们希望这 Are You Kidding Me 能够带来一种就是大家会经常用的一句话，其实还蛮好用的。不要闹了 ，Are you kidding me？ Are you kidding me？ OK， 所以呢，顺便是英文教学啦，是是是，对 ，OK。Are you kidding me？ 是怀秋推荐，那艾莎呢？那我要推荐的是 Beautiful Love。哦，对，最近想谈恋爱喽。沉的歌曲，然后讲的东西比较深，然后所以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不一样感觉的大嘴巴。OK， 全新大嘴巴防卫心态，中华。我想介绍什么专辑的把布，把布，把布这个曲风是非常华丽的电影，然后把布这个字呢，我希望可以变变成第二个垃圾的感觉，传唱率，对，传唱率，缔造一种新的口语化。对，这个把布不是冰淇淋啊，不是，就是讲话，对，你讲是把布啦。把布啦，乱讲话。我听你在把布。对，我听你在把布啦。对。好。